麦斯早安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哇，谢谢谢谢。有几本那个资料麻烦您核签。姐，我看过以后再还你。好的，哦，那您忙，我离开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Hello， 我是关医师。医生，我是师妹啦。哦、师妹，你好，你好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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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最近哦，脚比较不舒服啦。哦，但吃药脚不行的话，还是要开刀啊。我是关玉忠医师，30年前在因缘际会下，曾经治疗过患有先天性鱼鳞病的马来西亚华侨张师妹小姐。她全身皮肤角化。厚皮皲裂，他的手指腿因为脚皮变厚僵硬，不能够伸展，所以当时我们接他到台湾来，给他免费治疗。这次师妹因为髋关节的问题行动不方便，所以我们就再次把他接过来做髋关节的手术。记得今天午夜12点之后不要吃东西，然后水也不能喝。师妹你好，关医生你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要开刀了，会不会害怕？会啦，应该也不用害怕了。我介绍最好的那个髋关节开刀医师给你，他是谢医师。谢医师你好，你好，张医师你好。经过仔细的评估，我们想你这个手术应该是可行的，虽然风险可能比一般人高一点，不过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你治疗好，你放心。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把我治好的，就算没有也没有关系呀。我相信你们都尽力了，不要害怕，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帮你治好的。请问对麻醉方式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那我们就要开始麻醉咯。好。嗨。谢医师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帮你重新站起来。谢谢医生。医师，室内手术已经结束了。好，谢谢。手术应该很顺利。目前生命真相稳定。经过医院同仁们的再三讨论跟计划，虽然室内的皮肤跟正常人不一样，但是我们的评估伤口的愈合没有问题，在大家努力下，一切都十分成功。室内，手术还好吗？师妹，很高兴看你可以站起来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要当医生，因为我希望看到大家健康快乐的样子。我相信每个医生都跟我有一样的愿望。